嘿，大家好，今天的影片是要来跟大家分享马桶手把按下去无法冲水的一个维修经验分享给大家。还没订阅的朋友，请帮我在右下角按下订阅，我们准备开始。哦，这次遇到的问题就是清洁阿姨在打扫厕所，她说这个马桶没办法冲水，啊，问我要怎么去维修。好，我刚好有在拍影片，可以做一个跟大家一个分享。那因为厕所的人蛮多的，我在蹲在厕所里面拍，对，拍影片自言自语，觉得怪怪的，所以用照片的方式做一个教学。那我把照片都拍回来，再用电脑麦克风跟那个小画笔来做一个讲解。好，我们先看这一张图。这一张图它是一个一开始做一个维修的一个动作。你们要准备一支一字起子，然后在这一个地方，哦，这一个插进去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反耳，反耳的地，哦，反耳的地方它可以做一个顺时针的把它锁起。哦，啊，你如果要让自来水打开的话就是逆时针，哦，现在要做维修，水不要让它冲进来这边，哦，你逆时针转到，哎，你顺时针把它关紧之后，它水就卡在前面，就不会冲进来。再来要讲第二个动作，哦，你这个已经锁紧之后，我们就换下一张图。哦，下一张图你就要再准备两个工具。哦，这个两个工具就是一个是19号的套筒扳手，然后下面这一个叫做水管钳，水管钳它可以利用这个轮子在这边，可以调整它的距离大小。那下面这一个是六角的螺帽，哦，它是一个六角螺帽，上面也是六角的螺帽，哦，调整到适合大小，把它卡住之后，上面的这个套筒扳手，哦，逆时针去旋转，啊，你左手抓住，哦，左手抓住这一个下面这一个，左手抓住这一个管钳，右手抓这个固定套筒，然后往这个箭头的方向去拆这上面的盖子，这样子，第二个动作就这样。好，我们换下一张图。然后拆完之后，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个止水芯组，就是我这一个去水电行买的这个止水芯组，这个是合成的止水芯。那因为它故障，它就水就出不来，它就止水就出不来，所以它这个是活动，可以让它可以水出来的。这一个是材料，那我们换下一张图。下一张图就是刚刚那个盖子打开的样子，哦，这一个故障了，这个故障它这个手把去压有没有，它就不会动，这个去手把去上下左右动，它水都不会出来，那就是这一个坏掉，那你把它换掉就好。啊，记得拆的时候要小心，不要伤到了，把里面的东西用破了。哦，拆的时候你可以用小一字起子稍微顶一下，然后再慢慢的把它拉上来，往上抽就可以。哦，抽起来它就会看到下面还有一个洞。那这个东西就是要小心哦，这个东西用久了它会脆脆的。哦，它会脆掉，所以你刚刚那个止水芯组有没有？止水芯组要放进来的时候要轻轻放，不要太大力丢进去。丢进去有时候运气不好的时候，这个边缘，它这个边缘有时候会 kika 之后，你这一个马桶就一直在漏水。哦，这个之前不知道哪一个人给我维修，然后我去拆这个，然后结果打开下面这个破一个洞，然后破一个洞水就一直流，所以你就要换整个
这一个马桶的一个配件，哦，非常麻烦的事，千万不要把它弄破了。好，我们看下一张图。哦，新的止水芯组放进去就是这样，放下去就好了，轻轻放下去就好，然后再把刚刚拆的那个盖子，再把它锁回去。哦，锁回去的方向一样，就是顺时针。啊，左手抓住这一个管钳，右手抓住这一个套筒，然后往这个箭头这个方向去锁。哦，顺时针的方向把它锁紧，锁紧就好了，不要太大力哦。紧就好了，这个不用特别，不用到特硬吹它，这个壳是会破掉的哦。这有用蛮久了，所以不要用太大力。好，锁紧之后再换下一张图，锁紧之后再换下这一个就是刚刚抑制起子。那我们来水要把它打开，要怎么样？这一个这地方要逆时针这样，逆时针让它旋转。旋转之后，你就会听到咕噜咕噜的水声到冲到这边来，哦，它就在这边待命。那你手把按下去，它水就冲到马桶里面，就这样子。好，哦，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马桶没有水的一个维修，分享给大家。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在右下角按下赞，我们下次见。